如果当我们把这个罩子拿开以后，啊，它这里会显示一个门没关啊。当我们门没关的时候的话，我们按复位的话，啊，按不了了。我们必须操作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盖子，啊，盖上去以后，啊，盖上去以后的话，我们这里的话才会显示一个请复位啊，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玩啊复位了。这里的话有一个感应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啊，这里的话有一个感应器的，啊，当我们如果没有关好的时候的话，啊，它这里的话是工作不了的。